叫做白木坡呢？曾经那边有生命体征的植物，一旦感染上人，就会变成像僵尸一样恐怖。这里是所有探险的人为之色变的地方，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白木镇的神秘面纱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的把这两个人给我解决掉。站住！我把他们抓来就像玩一只蚂蚁，我玩够我自然要把他们变成植物人。这关系到两个事业的安危，我不能不去，而且在所有人当中只有我最了解那边的情况，必须要去。马上去把我请来黑水雇佣兵，必须在24小时之内到达百步镇。抓活的。我想要求你们停止高新科技的开发，打破内外圈围墙。导弹已经改装完毕，随时准备发射。今天就是我们外圈人的独立日。导弹升空。300海里，飞向尔眼洞方向。我们的革命开始了。你刚有没有看到林小姐出门？我刚才看见她跟一个男的一起走的，上了一辆车。上了一辆。哎，能不能把画面给我放大？看到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支持我哟！记得要联系我。月月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比心。什么呀你们？但是我这个人卖艺不卖身啊。我虽然颜值高身材好，我不是随随便便的人。你帮我确定一下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否是林奇走过的位置？师哥，姬姐的信号就是在你们这个位置消失的，前面就是百木镇的沙漠地带了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，那是很危险的，手机会没有信号的。你快，他过
就死在这儿了。我不要死在这儿啊！王老板，这地方好诡异啊！要不咱还是……我去二楼找，回到外面等。